你再皮，你信不信我打你屁股啊？信不信我打你屁股？你这小孩子，你谁家孩子像你那么皮？啊，太娘，谁家孩子像你那么皮？给我帽子都要揪掉了你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看你这熊孩子皮的，馋猫，哎，不管管他，呀，你不管管太宁啊？这家伙，他孩子他不管，行吧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现在是算陪玩的了，是不是？这找你爸，对，找你爸。哎，你自己孩子你不管，啊，你自己孩子你不管。你想干啥？你一天，你想干啥？你，你现在你，第一回合啊，正式开始啊！哎，九九这位选手哈，因为占体重，哎，占体重优势，摁着泰宁揍。哎呀，那位选手怎么出场了？离场了？这也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位选手你也不行啊，一天咋咋呼呼的。你赢了九九，哎呀，你赢了。他一天咋咋呼呼的没干过你，是不是？就会跟他爸妈打小报告。哎呀。大宝第一次守着背头妈的吃东西，不容易。
走。别吧唧嘴呀，宝子。你宝子吃东西还盯着背头，哎呀，你老盯着背头干啥呀？人背头又不下来问你要东西。别啊啊！啊大宝这听着一包带俩金，能听懂吗？能听懂吗，大宝？头上这样什么？